世纪僅见，冧楼三死两失踪。有55年历史嘅码头围道45号 J 唐楼，五层高，成座就咁冧咗落嚟。消防到场之后，睇住座楼冧咗。哇！冧楼啊！好快啊！昨日晏昼1点几，地下前身是卖衫同光碟的铺头，有5、6个工人在装修。啊，铺位而家搬咗嘅，已经啱啱搬咗，拆紧僭建嘅，应该系，应该系嗰啲装修嗰度嗰啲人嗌紧，话快啲走啦，冧楼啦。住2楼嘅陈太接到地产通知，即刻抱个女走，唔记得叫瞓紧嘅继父，门口就撞到隔篱凤姐。发生咩事啊？点知个凤姐翻入屋出唔到嚟。啊，出嚟嗌救命咯，揸住对鞋咁，跟住木栋楼咪冧咯。咁跟住佢咪跟埋栋楼冧落嚟咯，边度出？下边冧先噶，一路扯扯噶，想扯到想上高冧落嚟咯。我一冲到楼下，我落到门口，栋楼喺后面就冧。应该系3秒以内冧晒，好晒好快嘅，都冇人信，边个信啫？我都唔信啦，我见到系咁冧紧啦。结果造成3死2人失踪惨剧。45J 本来同隔篱嘅8座相连。每层实用面积大概600几尺，分咗好多套房，租客多数系新移民、南亚人同一楼一。诶，嗰阵时我又系住嗰层嘅，系啊，嗰阵时瞓觉咧，即系地下，即系感觉得震嘅，即系车行，即系车行震咯。唔该。专家估计，班装修工人可能拆烂咗地下嘅主力墙或者梁柱，导致唐楼失去支撑，成座冧咗落嚟。